以下是口播广告。运动时收听节目赚回馈，让你动起来的信用卡，只要每月加入汗水不白流 APP 支持运动 Pocket 揪团活动，当月刷永丰 Sport 卡，永丰银行就会抖内大叔野球53节目，让你一边运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让身体变得更好。永丰 Sport 卡最高可享 7% 的回馈，而且还有不定期的专属好康可以拿。那这个汗水不白流的 APP， 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试着去下载玩玩看。那它是一个透过记录你每天所消耗的卡路里，还有其他的体能训练，还有多项的健康指数，去达成你的运动的健康目标。而且呢，也可以透着每日跟着方方完成不同的任务，玩健康赚回馈。那红利点数呢，也可以转成丰点折抵信用卡的账单。也可以透过这个 APP 呢，去连接到各大的网购平台，去赚取消费的回馈金。那我是觉得这个 APP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玩一玩哦。那如果说这个卡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办哦。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希望大家在做理性必要的消费的时候，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康优惠哦。大家好，我是亨达，欢迎收听《源氏物语》第120集，预计上架日期是2023年的9月19号。《源氏物语》是乐天桃园球迷向非官方 Podcast， 每集我们所聊的主题还有大致上的时间轴，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好，那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下一周、就是在这个9月26号这一周，我会停更一次。那停更原因就是，反正就是下礼拜一我人不会在电脑旁边啦。那至于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报告啦。有机会的话啦。那这一集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就很简单的聊一下，就是说我们队就是一如往常的捕手的战力，在最近又受到的大家的这个质疑啦。就是为什么好像我们家捕手上来一军的时候状况都不太好。那我先跟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这几位捕手的状况啦。那第一个就是超级大物先生现在在二军的宋家祥。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宋家祥最近一次在一军出赛什么时候？其实他最近一次的出赛在一军是9月5号的事情。那在他下二军之前的最后三场的一军的比赛是6个打数没有安打。然后再来就是张敏勋的部分啊，张敏勋最近三场的出赛呢，他总共是3个打数一支安打，然后有一次的失误。那这个失误大家看转播，大家有看到，就是让我们飞刀陈宏文心里有一点不太高兴。然后再来就是严宏军嘛，那昂坤呢，最近三场比赛的打击状况是5个打数没有安打，然后吞了两次的三振。然后在守备的部分呢，虽然说有一次的主杀，但是也有一次的失误。所以大家如果说看我们最近的比赛，就是等到轮到捕手这一棒，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期待感，然后换局的时候捕手在那边蹲，感觉好像又不是很稳当。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要三位一军的主战捕手。那当然大家也会问说啊，宋家祥为什么大物新人然后又把他丢到二军哦？我自己的体感啊，就是每次在看到宋家祥在跟投手沟通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哦。啊，当然必须要先跟大家提哦，其实宋家祥以他这么新人，就是这么之前的状况，能够在今年上一军，而且蹲了这么多场，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成就哦。但是大家也知道捕手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磨练起来的位置，所以一个刚上一军，应该说甚至说是刚加入职棒没有多久的新人，然后你让他在一军长期扛这个位置，其实因为毕竟他经验是还需要时间累积，所以在场上的时候投手对于这个捕手的信任度，我相信可能 你就时间不够，就没有办法，信任感就没有办法那么高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他会看到，就是说当他在一军蹲的时候，他跟投手会有比较多的沟通啦。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让他先下去二军再磨练一下机会。
磨练一下经验，多一点经验。那当然，在宋家祥下二军之后，那主要在一军蹲的就是闵勋跟洪钧嘛，哈。那闵完基本上跟投手之间的沟通看起来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二垒阻杀的部分，就感觉好像对方只要上到了一垒就会奉送二垒，就买一送一。那昂坤呢，就是他在这个阻杀可能好一点，但是好像跟这个投手的沟通也没有像闵完那么好，然后打击的部分也是就很难让人家期待了哈，所以就会变成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哈。那其实我们还有个捕手啦哈，小胖林鸿玉，但是他其实今年蹲捕的场次相对来讲也少很多。那他今年也只出赛，到目前为止只出赛了37场哦，像最近也比较少在蹲啦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球团跟他之间就是算这个出场的方式的安排吧，其实详细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啦。那其实一军还有另外一位前捕手就是廖健富，但是廖健富今年基本上他就是不蹲了。那其实说实话，前几年他在蹲的时候跟投手之间的磨合也没有到那么顺，毕竟捕手这个就是真的很需要吃经验，要长时间的培养跟累积啊。那你说我们二军不是还有另外几位捕手吗？顺便也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这几位捕手目前最近的近况。那扣掉宋家祥，首先第一位是邱胜佑，但邱胜佑今年没有登陆，他完全没有在60人名单，所以就算他在二军打得再好，蹲得再好，他也没有办法上一军。那再来是徐宇豪，徐宇豪在最近三场比赛的打击成绩，其实他最近的上场机会也少，最近三场一个打数没有安打，然后有一次的失误，然后他比较令人担心的是他连在二军的打击率都不妙，只有1.20，这个已经不是身高保卫战，这个是搭乘大众运输的半票保卫战，这赶快要多加油啦。然后还有一位是毛英杰，那毛英杰也是这几年的新人，那他最近三场在二军的比赛其实也打不好，9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了三次的三振，打击率1.62，所以你看这个二军这三位要上一军，大概也可能教练团在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可能也不太敢把他们扣上来。那一军到后面就是剩下主要就是剩下闵完跟昂坤，就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大家还需要多担待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这一集的题目叫做土司不是河流，土司不是泥鳅。那这个题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最近我在看曾仁和的上场的运用，我老实说我是有点看不太懂啊。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今年的定位应该是先发投手，那事实上他今年也一直都是先发，从季初开始一直都是先发，一直到8月24号几乎都是先发，唯一一场不是先发是发生在6月17号那一场是后援，那一场是因为延长赛的关系已经没有投手，不然从今年开季到这个8月24号他都是先发，但是在8月31号跟9月5号有中继的两场，那分别是 2.1 局跟 5.1 局，然后9月11号又是先发了6局，然后在9月16号又中继了2局，就是季初那个应该说上半季那个后援那个是情有可原特殊状况，但是这几场就是等于说最近5场的初赛有2场的先发还有3场的中继，那这个到底是教练团的对于曾仁和的运用怎么样，是他真的那么好配合吗？还是你真的就把它当作这个河流，那个泥鳅就是滑来这边滑去那边都可以，你真的把投手当作河流，这样对球队也好或者是对他来说真的是好的运用吗？那球季结束还有一个月，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季就是折损很多投手，那这样子其实会让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到了季末之后你也发现投手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用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投手教练团这边是不是应该要多做一些考虑，你让一个已经有一点点年纪的选手然后一下子先发一下子中继这边跑来跑去，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啦。接下来进行上周的比赛回顾，
上周呢，因为礼拜一有一场补赛的关系，所以总共打了六场的比赛。首先第一场9月11号在我们家桃园主场呢，面对魏全龙，最终魏全龙1-7输给我们家乐天桃园。那这一场就是 Rakuten Girls 十元的怀疑人生的一场。那我先把这个比赛内容讲一下。那这一场魏全龙的先发投手是徐若曦，他四局的投球，先发四局的投球，我们就是12上12下。啊，其实第五局我们也是3上3下，所以等于说我们在这个前五局打了被对方投了半场的完全比赛。但是在这个第六局呢，就一个绝地大反攻，就是陈庆被出生球保送，韩坤呢牺牲短打推进，然后阿飞呢场地安打上垒，然后陈威选到保送，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出局满垒了，那结果秀秀又选到保送，我们就先积分回来。那如果是照上个礼拜的惯例，就是先积分回来之后下一棒要打满贯炮，但是上个礼拜就不是上上礼拜就没有了啦。但是后面呢，就是阿富、朱哥、阿银、紫伟跟陈进的接连五支安打串联，所以一口气灌六分。那中场就是这样1-7这个赢得这场比赛啦。那我刚说了这个十元的怀疑人生，就是因为我们家 Rocket Girls 十元呢这一场比赛因为球衣送洗的问题呢，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队员穿同样一件衣服上来1-3局、7-9局，所以呢，他就只好在中段的局数，就第4、5、6局这种中段的局数呢，就是穿着另外一件衣服上来跳了哈。那在这个六局下的时候呢，就是刚好他上舞台的时候，那六局下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先没有人出去满垒，又急了保送，又一堆安打哈，所以这局总共打了40分钟，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那带着舞台上的小朋友跳了40分钟，跳到整个怀疑人生。那这场比赛呢，魏全龙的徐若曦他达成他的个人生涯的第100次的夺三振，那也追平了他们魏全龙队史最少场次的100次夺三振，他是第三个，那前面两位是达瑞跟刚龙。然后这一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家的投手呢苏志浩的生涯初登板。隔天9月12号礼拜二去新庄，那这场呢无功而返，最终就是大家白忙一场，我们跟富邦悍将1-1握手言和。那富邦悍将的这个第一分是在一局下就拿到了，然后呢我们到了五局上呢才追平，就是1-1平手，然后一路就打到12局。那这一场呢比赛是本季的第23场延长赛，然后陈进在五局上的那一分，就是全队唯一的一分，就陈进打的，那那一分也是陈进生涯的第100分的打点。然后再来是9月14号礼拜四去斗六面对魏全龙，那这一应该说上礼拜就是魏全龙在斗六有几场主场，那礼拜四这一场就是轮到我们过去，那最终我们1-3输给了魏全龙。那其实两队在前五局呢都0-0无功而返，就是投手战。那在六局上的时候呢，我们靠着陈威跟秀秀的安打串联，那就先得了一分。那不过呢在六局下的时候换我们家的投手出问题了，先发投手霍尔呢在六局下控球不稳，他先对这个马斯克斯投出保送，两出局之后呢再对张永明再投出触身球，然后满垒的时候面对蒋少豪，那昂坤先发生这个牵制一垒传球失误，所以让三垒跑者就先回来，就是三垒的是那个马斯克斯先回来，然后再来蒋少豪呢就打了一个游击方向的滚地球，理论上来说平常的状况这一球很好处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这一球是断棒，然后呢这个断棒的移动飞行的距离跟飞行的速度跟飞行的方向跟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阿飞在处理这些球的时候，他变成他必须要去闪躲断棒，这个球员安全绝对都第一考量，那虽然说阿飞在这个闪的过程中，他想要用脚能不能把这个球算是挡在内野，但是也没有挡成功，那后来呢就也就让这个龙队再添两分，那最终就这样输球了。那因为断棒的关系，所以蒋兆宏的这一球也被记成安打。好，那蒋兆宏呢他也变成了这场的 MVP， 因为这胜利打点嘛，那在颁奖的时候呢他也就拿着断棒上台领奖。每月斗内254，大叔野球有意思，月月赞助254，台湾棒球有好事。大叔野球543跟543周会谈的赞助计划已经在泽泽募资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纸募资上选择您所喜爱的方案，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哦。接下来呢是这个周末跟中信兄弟的三连战，那第一场呢9月15号上周五在我们家桃园主场呢，最终中信兄弟5-3击败了乐天桃园。那这场比赛中信兄弟其实是先领先，那他们2-0领先到了5局，到了5局下的时候呢，阿飞的两分打点全垒打把比分扳平。那六局上虽然中信兄弟再添一分，但是在六局下的时候，我们在靠着秀秀的安打阿金的近远，然后子伟呢敲出一个落点奇佳的安打再度追平，然后双方就3-3一路进到延长赛。但是到了10局上的时候呢，飞刀陈宏文接手投球，那岳振华安打上来之后他盗垒，结果我们家的捕手张敏勋呢就发生了传球失误。那这个传球失误其实蛮关键的齁，那你也看得到就是飞刀陈宏文当下是有点情绪的啦齁。那在这个传球失误之后呢，王振顺的滚地球三垒方向打，结果阿金又发生了接球失误，那让这个三垒的岳振华呢跑回了超前分齁。接下来陈文杰在一支一分打点的安打，那最终他们就是5-3赢球齁。那隔天9月16号呢，电竞趴的第一天，一样在我们家乐天桃园主场，那最终中信兄弟9-4击败乐天桃园，这场我有进场，心得等一下跟大家讲。那基本上呢，这场就其实比赛一开始就落后，然后中间一度有超前，但是后面又被拉开。总之呢，从四局过后我们就没有领先过，然后就一路被压着打。上周的最后一场电竞趴的第二天9月17号，一样在我们家乐天桃园主场，礼拜天的比赛，中信兄弟3-4输给了乐天桃园，哦，终于赢球了。那其实这一场我们也是一路落后到六局，一直到了六局下我们才靠着秀秀、阿金、阿飞接连的二垒安打，然后永维靠着失误上垒，阿富选到四坏球，在满垒的状况之下陈进再打出安打，最终就是我们终于赢球。那这场比赛的特殊记录就是阿富呢，他这场比赛是他终止个人生涯的第500场的出赛。至于这个战绩的部分呢，我们目前虽然是第一名，但是老实说第一名跟第五名只有两场的胜差，所以大家都咬得非常紧，然后我们最近的状况确实其实是不好的。我们最近10场比赛的战绩是3-1-6，那最近10场比赛打得最好的是同一师，他们最近10场7-3，他们好像今年都是打那个半季的后半段，因为在上半季也是前面 Hilele， 然后结果上半季封网，那在下半季的时候也是前面 Hilele， 结果现在一样在这个竞争圈里面。不过我们这个主客场的成绩，虽然说我们其实下半季主场成绩是比客场要好，但是平假日其实是有点落差。我们在平日就是到了这个9月17号比赛结束为止，我们在平日的主场胜率就今年全年平日是19-1-13，其实还可以，算还不错了啦，但是在假日是5-1-12，也就是说呢，大部分的人进到我们家主场然后花比较多的钱，看到都是输球的结果，那这个就自己加油啦，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团队成绩的部分啊，5队相比里，我们在上周的打击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啊。OPS Plus 87.6，5队里面的第四名。那投球反而好一点点哦，125的 EIA Plus 是5队里面的第二名。那上周在 OPS Plus 跟 EIA Plus 表现最好都是同一支哦，他们的 OPS Plus 是151，然后 EIA Plus 是222，所以就整个都串上来啦。那我们家自己的打击三围老实说在上周都是下滑，上垒率从3.09%掉到2.79%，就最近两周啦，然后长打率从3.21%掉到2.96%，打击率从2.48%掉到2.12%，不过在得点圈有人的状况之下的表现还是比较好。 OPS 在得点圈有人的状况之下会从平均的 0.575 上升到 0.862，打击率呢则会在得点圈有人的状况之下会从平均的2.12%上升到3.21%，有点可怕的数字。那如果就个人来看的话，我们先看 OPS Plus， 我们以这个6场比赛12个 PA 以上的球员来讲，上周打最好的是林成飞的193，然后再来是秀秀的181，陈威的113.6，就只有这3位破百，所以这个打击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蛮低迷的啦。
那如果要用场均一支安打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呢，上周只有阿飞跟陈威有超过这个数字哈，那阿飞打了7支，陈威打了6支的安打，然后阿飞的7支安打里面包括1发全垒打，还有2支二垒安打，那陈威的6支安打里面包括了3支的二垒安打。那如果细看长打的部分呢、超过3支二垒安打了，除了陈威之后，还有阿锦呐哈，然后呢，永维呢上周打了1支三垒安打，但是全垒打就只有阿飞那一支哦。那投手的部分呢，就是团队成绩上周比上上周要来得好哦，因为 EI Plus 从70.3进步到125，然后每9局被打的安打从9支降到7.74支，每9局被敲的全垒打从0.75支掉到0.47支。个人的部分的话，上周呢6场比赛有5位的先发投手都投满6局哈。Tosa 跟霍尔投了6局，然后道伯跟威廉帝投了7局，子鹏呢投了7.2局。但唯一一个比较不行的是周六的这个刻意哈，他周六先发只有4.1局就下去了。那后援投手的部分，我们看 WHIP 哈，会不止哈。那上周表现比较好的是陈冠宇的0.3，赖鸿成的0.375，王志轩的0.6，还有就是苏志浩的1哈。这个新人投手目前表现的都还可以哈。那其他的会不止就是要多加油啦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2、3周前呢，大都会的台湾日，我们家的 Rakuten Girls 有去大都会球场表演哈。那这个礼拜上架7号车洲际，就是在这个2023年9月18号上架的7号车洲际第115集呢，这个江一昌教练有邀请大都会的 Way 呢来聊一下今年台湾日的一些内容啦哈。那里面也有特别提到为什么。Rakuten Girls 在跳客家本色的时候，不是在主场，不是在主队的休息室上方，而在客队天使队的休息室上方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挑这首歌？哈，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都有解答哦。那我就不爆雷，那就请大家去听了。哈，那我自己是觉得说，他大都会台湾是选客家本色这一首歌，我是觉得还蛮棒的哈。因为你如果是选一些什么英文歌啊，那个又就没有台湾特色嘛。那你选一个客家本色，那因为其实我们家还是在桃园主场嘛，基本上也是一个算是客家人比较多的区域。我觉得这个人还蛮能代表我们球队的在地的特色啦哈。那说到大拉队呢，我们家的 Rockin' Girls 持续有还是有很多这个海外出差的机会哈。那这个礼拜应该。被比较受到瞩目的，就是在9月19号到9月21号这3天啊，也就是这一集节目上架的这一天开始呢，连续3天哈，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我们家 Rakuten Girls 的林湘、李多惠，然后菲菲还有李云这4位呢，会到东北乐天金鹫的仙台的主场呢，有这个应援的活动。今年哈，算一算。我们家 Rakuten Girls 去这个东北乐天金鹫的主场呢，已至少去了3次了哈。那其实每一次去的成员都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第一个是日本人很喜欢的林湘去了哈，就是这一次终于去了。然后再来就是达黑哈，就是李多惠呢，这个洋将哦，我们家的洋将第一次的海外出差哈。那其实我们家的洋将之前还有一位是这个金井彩香嘛，伊麦塞亚卡。他在这3年，就是疫情期间，曾经也是以 Rakuten Girls 的身份呢，帮我们就是远距出席的一些活动。不过今年，好像这个活动比较少哈。那达黑呢，基本上呢，之前的上班也都是在台湾哈，包括说像我们前面讲的大都会的台湾日，我们有好几位 Rakuten Girls 出席哈。那个时候，达海也是在台湾哈，在我们家的主场应援哈，所以这次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组合啦哈。那也蛮好奇说，他们这次会不会又跟之前的活动差不多吗？还是有比较不一样的活动哈？好，
好，那接下来讲一下进场心得哈，因为在上周九月十六号，我进了一次我们家的主场哈，就是在九月十六号电竞趴第一天，面对中信兄弟的比赛，那最后我们就输球嘛哈。那因为这一场是面对中信兄弟，然后中信兄弟其实最近打得还不错哈，然后在这个赛前呢，看这个门票的销售状况呢，可以预期到这一天人应该蛮多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犹豫说我到底要怎么过去，那最终就决定开车过去，但是因为最近也在办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所以我就去停他们的停车场，在 A20，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停在那边，然后坐一站捷运到球场。那进到球场呢，因为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下半季的下半段，所以球团的商品呢，它有一些比较过季的商品，它就会开始做出新啦，出清啦，就是过季的还有一些零码的商品。那这一天呢，因为像前几天他们会放在那个大厅嘛，那毕竟假日的时候大厅会有其他活动，所以他们就移到大厅外面的广场。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逛一下，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商品你还是看了就走，但是有可能你会捡到一些宝，像我就买了一件背心了，五折，如果原价的话可能就不会考虑，但是五折就加钱捞齁。那这一场比赛呢，假日场，但是我刚刚就讲嘛，这个门票好像销售很好，那到了现场才发现这个是有包场的齁，就是有一个这个算是科技公司包场，他们包的程度相当的大齁，他们包到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一垒侧进场，就是不管你从天桥进场还是从本来的一垒侧入口，就是假日入口进场齁，你会看到球场一面墙，那通常那个墙是放一些球场的主视觉啦，或者是说一些主题的视觉啊。但是这家企业是包到连那一天都的主视觉，就是挂在那个墙上的主视觉都是他们家公司的，所以这个很盛大。然后进场之后要看到他们的分配的位置也蛮好识别的，因为他们进场每个人会发一对空气加油棒。那我因为这一天是坐东区，就是一垒侧，所以三垒侧那边我就没有特别过去看。但是这个加油棒呢，我从本垒后面一路看到，连到一垒侧最靠近外野那边的边边都有看到这个加油棒，所以你就看他们包了多少的位置齁。那比赛本身呢，前面有两局，其实我们一直有攻势。其实前面两局我们的上垒是比中信兄弟多的齁，那个攻势是就是一直有垒包上一直有人，一直有机会，但是就是打不回来，然后到中段就一路被拉开了嘛齁。那像我所说嘛，这种就是企业包场，通常就是家庭制。那家庭制你就会有很多可能平常没有在看球的人，然后可能因为这次的关系，不管说是你是公司员工，还是说是员工家属，还是说甚至是那种把门票转让给你，然后所以进来看的人，我相信这种第一次进场的人应该蛮多的齁。然后我那一天坐在场内，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是9月16号才第一次进场的这个新鲜的观众，不要讲球迷，新鲜的观众，我看完这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在模拟这个感觉，我在想说，我可能会觉得这个球场真的好热闹，乐天桃园棒球场真的好热闹，人好多，然后美食街很多摊位可以买，然后看起来都不错，都现煮的，然后这个球队商店呢，也都是商品琳琅满目哦，还有这个李多惠的毛巾，原来李多惠长这样子啊，有冷气吹很棒。然后局间有很多活动哈，可以玩，然后还有什么抽奖啊，然后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热闹哈。那难怪这个看球人家都说这么有趣。那啦啦队呢，虽然说这个包场位置哈，不见得能坐到离啦啦队很近的位置，但是看他们也都很有活力，非常青春有活力，非常非常棒。原来这个进乐天桃园棒球场看球体验真的是这么好齁。不过呢，因为这一场呢，外野黄黄的中信兄弟的球迷加油非常有气势，而且中信兄弟打得非常好，所以呢，虽然我是被招待来看乐天桃园棒球场的比赛，但是我比较想要当中信兄弟的球迷齁。我现在在模拟一个就是没有进过场，然后第一次进场，然后这么热闹，但是看到中信兄弟球的赢球的状况，说不定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你桃园队前两局就是垒上上得了垒，然后打不回来啊，然后中间被拉开啊，然后你如果认真看比赛内容的话，我们还有失误啊，然后你看对面人家就团结一心啊，球员打得很好啊，球迷非常的这个有气势啊。你觉得如果是第一次进场的人来说，你觉得他会比较喜欢哪一队？我觉得这个
就讲到不想要讲了啦齁。然后9月16号的这场比赛的进场人数是13216人，刷新了本季，也就是2023年乐天桃园棒球场主场的最高纪录。本来的纪录是2023年的5月20号，一样是面对中信兄弟。那一场是礼拜六的比赛，静享生活趴，也就是业配趴，就是伊莱克斯趴。那这个进场人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那如果说你不是乐天桃园的球迷的话，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对我们这种进场进了好几年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警讯啦。你要想想看，今天要是没有那个科技公司给你包场，那你这个数字有这么漂亮吗？我觉得未必啦。然后呢，我们球队呢上下半季固定的几个大趴，不管是动子趴还是阿弥趴，还是说最近串起来的辣年糕趴，数字都比这个低哦。那你如果说像动子趴、阿弥趴，在前几年战绩还不错，主场战绩还不错，特别是假日的主场战绩还不错的时候，礼拜六开出来的票房大概至少都会有个14500啦齁。然后结果你现在看出来本季最高是13000，而且是因为人家包场的关系才有这个数字齁，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你说进场的人当然都有，然后应援跳得很卖力的也都有，然后始终支持的也都有，但是整体的人数是渐渐的在往下降的齁。那其实像那一天的比赛倒还好，虽然说有失误，但是老实说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觉得这个失误还好，还是我已经看到看得习惯了。像今年我有时候进场啊，就是看到球队的比赛内容打得哩哩啦啦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一些球迷还是很不离不弃，非常认真非常用力在应援的时候，我都在想说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在看这样的比赛内容。我这个不是什么臆测或怎么样，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进场的目的哦，当然有些人进场我就是要来吼吼叫叫跳一跳的哦，那有些人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非常支持这支球队哦，那有些人就是我就是走这个牡蛎路线哦，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要加加油帮他们支持的哦。只是有时候我老实说了，有时候进场你说当然我做这个乐天桃园的单口做了今年也算第三年了吧哦，然后在做这个单口之前当然也是当了好几年的球迷嘛，才会当初自告费用跟世文说我来做这个嘛。但有时候我进场在看最近这几年比赛内容比较抱歉的一些比赛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我买这场的门票然后花了这个时间坐在这里，有对得起我的钱吗？就还是一句话啦，就是我们不能预期说球队每年都要什么打进桃园大赛总冠军。当然其实老实说这几年球队的再怎么样平均都还是不错，就是虽然你没有拿到总冠军，但是至少你都会有一段时间是前面的，不会是那个一开季就被大家当作大补完不进度，就是还会有竞争力，只是说这个竞争力有没有办法持续到季末，那这是一回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球赛本身的输赢一回事，但是比赛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觉得我今天花钱进来是值得的哦，这个话其实有点重。不然你要想想看哦，13216人而且是有企业包场的状况之下，就已经是本季的进场人数新高了。然后你回想一下哦，今年球队在行销或战内并不是摆烂不处理哦，在行销的部分找了达黑过来，你看那个多少人进来看，然后在战力的部分把林子伟换过来，但是进场人数就还是往下掉哦。当你有再强的啦啦队，然后有再有名气的球员进来，如果你的比赛内容就是这么抱歉，然后特别是你在假日主场的表现特别抱歉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说服大家花钱花时间忍受塞车忍受挤捷运然后忍受西晒的太阳进来呢？最后一个部分来讲一下本周的赛程，更正一下，应该是最近两周的赛程，因为下周原事务也会停更一次，那本周的赛程，就是9月19号20号礼拜二礼拜三去台南面对统一狮，
9月22、23、24礼拜五六日三天去新庄面对富邦悍将，然后呢9月26号去洲际面对中信兄弟，9月28、29这两天在桃园面对统一狮，其中呢9月29号是月娘趴的主题，因为那天呢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接下来呢9月30号去洲际面对中信兄弟，10月1号去台南面对统一狮。那这一集的节目最后的配乐呢不是桃园男儿，这个是个人小小私心，因为在9月17号礼拜天就电竞趴的第二天，就是你们在看统神的那一天呢，我其实没有在现场，我去这个我们乡下，因为我们乡下有一间庙叫做云林西罗的功孝宫，然后他在农历8月3号是这个钟馗爷的文化祭，然后这间庙的特色是，我们这个村庄很小，但是这间庙的特色是这个大日子呢就会有很多的戏团，以前呢大概一个晚上就会有大概二三十台的布袋戏同时在演出，你知道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布袋戏台啊，那个就是一台三吨半的货车，然后那个景呆呆，那就是一场的布袋戏，那他们是二三十台是同时演出，然后你知道我这几年如果有回去的话，如果去参加这个文化祭的话呢，我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年都去数今年有多少台，那今年我去之前啊，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今年会有75台，我想说今年假的，那我扣了一下贼，但是其实我知道今年数字有比较多，但是真的有到75台嘛，那我就真的就是一台一台去算。那除了固定的一台那个歌仔戏之外，我们讲75台是布袋戏，那结果这样就是全部跑完一遍算出来结果是76台，比新闻报的还多一台。那不过礼拜天这一场就没有那个大家想象的那个什么变形金刚，没有，礼拜天就是非常的本质啦，非常的文化啦。关于钟馗文化祭的记忆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这次结尾就是我在就是水路其中一个比较大台的布袋戏的一小段，那就要当这一集的结尾。好，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原始物语，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后期空中再相会，小见拜拜。玫瑰妖楼，玫瑰妖楼，玫瑰妖楼，将鬼妖花几首收回庄。哎呀，好！这个狗囡仔真正有够怪，已经被我收服了。我用妖花来收缴了这个魔手之中了，准备啊，大回转。要人生宝贝啊，对付着这位进口人士啊。